各位家长，我的名字叫做张浩全。今日小朋友唔非法有两个理由。理由一就是我的头发本身是很靓，不过如果飞了发的话，人哋认为人哋唔知你是边个。理由二，阿开啊，理由二，如果你非法的话，咁会减少啲金钱，仲会嘥咗啲时间。如果你哋都建议嘅话，如果你哋都建议我嘅话，咁请你哋给我鼓励。